今天兔宝要开始打孕酮了，孕酮听说会很痛，那我现在也很紧张。打哪个屁股？我不知道啊。打这边。等一下，等一下啦，你怎么？打这边。我今天还没准，等一下。因为现在超级早的，现在才这里的7点。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 RSNC 做一些检查，确认我身体的状况等等，就是去看看要做哪一些检查。我们大概要一个半小时会到这样。那我们这么早出门就是为了要防止塞车到。但重点是我觉得好冷哦。Alright，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里现在只有8度，我们两个冷到真的是手指头很冷的时候会不够灵活。对啊，就不能不是。好了，走走走，去 RCNC 了 ，San Diego Go。RCNC， 这就是他们的 building。小狼，我们成功抵达了。对啊，我开得好紧张哦。好了，我们就准备联络 RCNC 的人，然后准备进去喽。紧张吗？很紧张。刚在那边找那个入口，绕了这个 building 一圈，然后我还是找不到门在哪里。快点，这一栋的门在哪里？我打电话求救好了，我已经放弃了。Hello， 哇，我们现在来做超音波，然后要先看超音波，超音波报告看如何才决定要不要抽血。你什么心情？就是做超音波还好啦 ，a piece of cake。然后做的表情看不到。听说后面的阶段都很轻松了，就抽个血，做个超音波，还好吧？很有信心。我刚刚做完阴道超音波了，然后他说我左右边卵巢跟我的子宫都非常的健康跟正常，他说我子宫就直得很好，那也没有囊肿，一切的状况都非常的 OK， 一切都非常 schedule。我们等一下就是出去领药，然后就开始定期的施打。呵呵呵呵。结束今天在 RCMC 的一些检查了，他们 building 还蛮漂亮，然后他们有做冻卵植入、代孕妈妈，反正就是跟生殖相关都有做。我刚刚做了超音波，检查完了 OK， 所以就拿药了。他要打7天的针跟吃5天的药，做完之后月经就来了，然后我就要再回来一次，我们就下次回来再记录给大家看。下次回来要打针要打屁股哦，但你平常会打的？不是啦，用针打屁股。哦。来，我要帮兔宝打针了。这个就是要让卵巢、卵泡不要再长起来，以及就是维持那个激素是可以受孕的状态。每天都要打，要打7天。来了吗？来了，来了。这针有长不一样吗？一个是笔针，一个是针，但我觉得应该蛮细的。我真的要打了。好了。Oh God！ A piece of cake. Come on！ 结束，吃药。我没有吃的药，这么大一颗，你知道我喉咙很小啊，每次吞个药就是好像要命一样。我吃药每次都这个表情，比较危险。明天继续。哇，好冰啊！我常都觉得我是先被冰死的，你知道吗？来了，鸡皮疙瘩。对，不敢动。好苦啊！每次会先被冰死，你知道吗？KOA on the road in our Chevrolet. Turn right at the Texaco. Then anywhere we want to go, I know I'm gonna get there next to you.
上次是礼拜五，今天礼拜三，过五天，五天我们来回诊。你针还没打完，但不知道今天检查完会有什么样的状态，直接过去吧。今天来要先做超音波，等一下要抽血检查验你的荷尔蒙指数。你刚刚有看到那一袋针吗？好多、哦，那一袋，我希望你等一下看到不要吓到。个人好像蛮不容易被吓到。好，我记住这句话了。今天就是要做超音波跟模拟到时候植入的流程，所以它会有个管去测量你的子宫的弯度还有深度那些的，整个过程大概两分钟吧。那以上开始检查了，就选这样喽。我们现在等药了，来，你刚刚不是说什么东西吓不倒你了？最少的一部分。超满意在，然后很少。眼睛张大到我眼睛都要掉下来。没有，这个还好，眼睛给你细，那要插多深啊？整只插进去吗？一定要90度，全部插进去。位置我要再对一下。这样。我给你拿着笔画一下。哦，好。那你画在我的裤子上吗？你裤子你要脱掉的哟。刚刚那一袋针啊，接下来就是要等明后天血检报告出来之后才会知道用量跟剂量怎么用。对啊，我现在好害怕，又要打屁股，像个针针。我一直也带着一个太轻松的心态过来了。那不然我带你去逛逛Outlet压压惊。对对对，这样好不好？好，我觉得这还主意还不错。我觉得我今天整个被惊吓到不行。好，我们去压压惊。好，我们去逛街压压惊。好废哦！来了。今天虽然去做了检查，但是在等血检报告之前，你还是要继续打这针。今天打完再打一支，明天打完就没了，后天接着打。但重点是你今天不用吃药啦，你药已经吃完了，明天再打一针就结束了，就换另一种很粗的针。对，隔了两天，终于要来打这个护甲针了。我现在开始来对一下，这个呢是产前维生素，每日一粒。我今天要吃是不是？对对对，你先开始吃。Baby aspirin 也是一粒，这个是我最紧张的，这个针要开始打了。今天打，然后隔两天，礼拜一再打，这一周就 free 了。接下来就是等回诊，回诊之后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下次是礼拜几打？礼拜一。嗯，好快、啊。就是礼拜五，然后给你休息两天，然后礼拜一打。你要不要先吃这个壮胆？好紧张哦！好紧张哦！镜头一直动。等一下，整只要打进去呢。针头泡在药里面。好了。他说他先往回抽，因为这个针里面会有药剂。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也很紧张啦哟。我要开始抖了。我想已经准备好了。是好准备我屁股给你。对。你要准备屁股，好可怕！你的脸 ，Oh my god！ 我开始，等一下，等，怎样呢？紧张，我心理准备还没完成。OK， I'm ready。你要相信我，我现在好不容易挤起来的勇气快要消散了。它可能会有点痛，再推喽。痛吗？还好啦。没什么。你这快被我弄出来，我刚刚不敢呼吸了，你知道吗？没什么嘛，我也不敢呼吸，我连话都不敢讲，你知道吗？啊，成功了，成功，第一天成功了，礼拜一再挣扎第二次。嗯，最好还是不要看会比较好。你知道我最痛恨的是这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你在干嘛？你要打哪一边？Woke up cold and out of touch. 会痛吗？不会。流血了啦，看。很多血吗？对。但我没什么感觉。有点多血耶。Oh my god！ 可是它一直流血。哦哟！怎么那么大
要让卫生纸压着。是他还在渗血吗？我就问。这还是有一点像挤痘痘一样。那应该还好吧？还是我拿痘痘贴贴可以吗？欸，好主意耶。那你帮我压着。聪明哦，姐。哇，好了。OK， 放纵事故。恭喜你 ready to go。 对，报告都跟我说很好，太漂亮了，完美干净，理想状态。你妈妈越来越紧了，出去外面等药吧。今天让我穿个裤子。好的。我好紧张，他说这个针会痛，然后我还要帮你打，有一天可能还要打两针，压力超大的，我好害怕。走，我决定要去吃饭压压惊了。今天回诊之后，就是又多拿了一袋，然后等到回家之后，他的那个 memo 来，他的 memo 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我把上面要做的笔记全部都做了。首先，这个就是雌二醇，就是我们之前在打的，上一次在打的，然后维他命跟 baby aspirin 这两个啦，口服的继续吃，每天吃一个，然后都不要停。然后这个雌二醇呢，就一样维持一周两次，这次可以打比较少这样子。对，剂量变少了，原本是两毛，现在变1.5。再来今天的更新是。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对啊，这个是那个强德松跟多西环素，这两个都是植入前7天开始吃，那功能就是抗发炎、抗感染。我全部写在上面了。然后这一排都是孕酮，这一罐是两用的，它就是阴道塞剂跟口服。我们植入前5天要开始做阴道的塞剂，还要打这个打针。听说这个孕酮打了非常痛，它已经有预告就是会很痛。我们今天要来打雌二醇喽，小蛋糕，小蛋糕，然后剂量变少。我现在很担心，到时候我帮你打2针，我真的会崩溃。左一针右一针，你要左一针右一针吗？没关系，你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今天我们先来打这个，来吧。0.15的剂量，之前是0.2。脚要踮起来哦，宝宝。我不喜欢这样，我真的不喜欢。你的血全部在我手上。Oh my god！ Bloody！ 今天兔宝要开始打孕酮了，还有阴道塞剂塞孕酮。孕酮听说会很痛，那我现在也很紧张。我们要打一滴，那我现在先开始抽药了。啊，来吧，好吗？快点来一遍屁股，我今天准备好卫生纸，不会流血啊，不会流出来啊，快点啦！快点啦！打哪边？打哪个屁股？我不知道啊，打这边，好不好？等等，插进去的感觉是一样的吧？我不知道，试试看。等一下，等一下啦，你怎么？再打这边。我竟然还没准，等一下。我跟你说，插进去还好，它应该是推的时候很痛。来咯，痛，痛对不对？我打咯，痛吗？没有感觉。那很好，压紧。我觉得这样度过了。这个很难推，这个针真的很难。好久，因为我推不动，因为他不是说一脚要这样子吗？左脚站到就累耶。因为他要稳定的推进去，他真的很难。然后我就一直怕那边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是捏自己。那有什么感觉吗？真的没感觉耶。大师了哎，现在。来哈，今天 Black Friday 哈，打针买一送一，今天打2针哦。孕酮跟雌二醇，来吧。来喽。我被你手冰死哎！打针打到一半突然想放屁怎么办？那你要跟我说，是不是有感觉？恭喜，第一针打完了，没血哦，血越来越厉害了哎，好冰哦，恭喜你，2针打完了，压力真大，我现在都不疼的呢，捏自己，酸酸的，植入之后不要继续打，对啊，水快打完了。今天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回诊，植入前最后一次回诊就是确认一下你的孕酮指数没有达标，如果达标就可以植入了不？就直接跟大家说好，今天如果通过，我明天就要植入了。对，明天要当妈了，先去检查吧。
好啦，这就是我们移植前的一个记录，然后以及就是流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植入前你离开台湾之后到这个地方你还要经历哪一些流程，先有心理准备吧，如果有人要做的话。对，来美国大概接近一个月都在做这件事情。总之下一支影片我们就要植入了，大家一起期待。那我们这次记录就到这里咯，小狼锁拜拜。想不到吧，植入前还要再打针，而且今天打两针哦。我不想要知道太多的讯息。打完针，你明天就可以植入了。好，来哦。等一下。喷血了。喷血。那怎样？我压着。大叔打这个针的感觉其实很像到一个高处，然后屁股就有痒痒的感觉。做人工生殖的女性们不要那么害怕打针，我觉得还好啊。然后等一下就把我那个很惊悚的表情剪进去。他要来了。打针这件事还好，大家不要这么害怕。OK， 辛苦了，明天植入加油。